世界数不清的诱惑，有人变了，有人依然执着。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来不及看风景，在路上奔波。啊，忙忙碌碌的生活，我们像个陀螺，拥挤的公交车，总有梦想盛开着。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梦中留格，绚烂之后降落在你永远的生活。啊，匆匆流逝的时光，我们留得出什么？葱郁的青春里还有歌声回荡着，生活教会让我们什么叫知足常乐，只要有你陪我，就是最美丽的烟火。谢谢我们家蓝草，谢谢，还有雨玲，谢谢大家。不要，大家不要去指挥玩家去送什么啊，这样的不好。玩家人家自己想送什么就送什么，大家不要去引导别人怎么消费啊，乖，这样不好。你们把摘任务过一下，来来来，摘任务我没做到。外面世界数不清的诱惑，有人变了，有人依然执着。每个平凡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来不及看风景，在路上奔波。啊，忙忙碌碌的生活，我们像个陀螺，拥挤的公交车，总有梦想盛开着。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梦中留格，绚烂之后降落柴米油盐的生活。啊，匆匆流逝的时光，我们留得出什么？葱郁的青春里还有歌声回荡着，生活教会了我们什么叫知足常乐，只要有你们陪我，就是最美丽的烟火。呀孩儿，啊，匆匆流逝的生活，我们像个陀螺，拥挤的公交车，还有梦想盛开着。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梦中留格，绚烂就胭脂后柴米油盐的生活。啊，匆匆流逝的时光，我们留得出什么？葱郁的时光里还有歌声回荡着，生活教会了我们什么叫知足常乐，只要有你陪我，就是最美丽的烟火。哇塞，谢谢我们家羽毛，谢谢，欢迎野孩子 ，Hello 野孩子，谢谢你的游轮。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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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谢谢羽毛。雪儿刚才跟我说话是你的吗？做个手势我确认一下。我不会，我不会私底下私人加人好友的。我如果要是加好友，一定会在麦上说，就像昨天加蓝草一样，我会说蓝草，你看一下私密，我加你好友，不然的话我不会加好友的。小伙伴们不要相信冒充主播跟那个管理私聊你们并且加你们好友骗你们钱的人啊，他会把我的头像复制一下用在他身上，跟我头像什么名字都一样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看一下后台啊。谢谢我们家雨玲。不要上当受骗了。咱们家国宝今天没在，国宝白天在，他晚上要睡得早，因为他年龄比较大了，因为他七十多了嘛，所以每天的睡觉睡得都是比较早的。然后咱们家麻烦呢，年龄又比较小，他妈妈一天得让他早点睡，所以在谢谢小家雨玲啊。再来最后一首歌好不好呀，
小伙伴们，咱们最后一首歌你们想听点什么歌的？再次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我们家所有的守护，还有公爵团的大哥们，谢谢啊，欢迎一哥，好久不见，还有聆听哥，还有野孩子，谢谢雨玲，还有不丹。唱个什么呢？我再想一下，山河都唱完了。我你加我好友没有什么用，因为我私底下不怎么聊天的。其实再说就算聊天的话，我一般也是跟一些正常人聊天。如果我稍微感到你有一点点不是好人了，那就不用聊了。谢谢羽毛，欢迎生哥。你们要当一个好人，不要当坏人。我给你们唱一首《死心塌地去爱你》吧。那网上骗子太多了，你不能跟别人深聊，万一被别人骗了怎么办呀？唱一首酒干倘卖无吧，行不？唱一首咱们家文叔喜欢的，我不知道文叔还在不在了，我看看文叔在不在。文叔在，我给文叔唱一首歌吧，好不好？还是酒干倘卖无。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谢谢，谢一哥，谢谢我们的地中海。假如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能够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假如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什么时候你才回到我身旁，让我和你一起唱？就跟那草莓梦，就跟那草莓梦，就跟那草莓梦，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陪伴我，给我温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你将会是什么？就跟着他美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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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着他美梦。谢谢我家文叔，谢谢文叔，还有他说，谢谢他说，还有我们家蓝草，谢谢我们家包子。最后一首歌唱完了，啊对，先别下，等会儿干啥呀？干啥去了？谢谢他笑是错了，这是我玩 YY 三年遇到唱歌最好听的主播，真的啊，你跟蓝草说的一样。哎呀，不用故意等，还早，这都十一点了。能唱野子吗？当我的气氛。谢谢我生哥，生哥嫂子不管你上网吗？这么晚、啊？哦，又扎心了，对不起啊，生哥。老大，你说你是不是着急出去约会去？哎，不是啊，不是着急出去约会，我就是，刻意等人家不好吗？不是，合计，奇奇怪怪的。他不再出去了，这几点呢？早都还出去了，是不是旅游了不要你了，生气了？你不等别人该生气了，那。那我要是一直直播的话，咱家好多人都睡不了觉，他们又舍不得下，这样的话多困扰啊。人家要是想送的话，不一定非得赶上今年收，你今天可以等他有啥用啊？人家想送的话，以后可以细水长流，慢慢人家什么时候开心什么时候玩呗。困困困。咱们家老年人多，我们家是养老院，岁数都大了，聆听都大了，岁数，这都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了。蓝草岁数也大了，都来养老的，你这么晚睡的怎么让你休息？哎呀，成功抢单！等一下啊，对，等一下啊。欢迎老板，这怎么这点单这么好抢？我就随便摁一下，点一首歌赠了5块钱。唱完这首歌咱们一起下吧，行不？送给你一首《星月神话》，会唱，没有我不会唱的歌。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在人海茫茫中
着你，陌生又熟悉。啊啊啊啊啊啊啊！尽管呼吸着同一歪歪的气息，却无法拥抱到你。如果转换了时空身份和姓名，但愿记得你眼睛。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身边有怎样空气？觉得唱的还行的话，你就点个关注吧。这首歌是你点的是吧？谢谢，哇，谢谢烟雨。尽管呼吸着同一天空的气息，却无法拥抱到你。如果转身份和姓名，但愿认得你眼睛。千年之后的你会在哪里？身边有怎样风情？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如果当初勇敢的在一起，会不会不同结局？你会不会也有千言万语藏在沉默的梦里？谢谢烟雨的礼物，还有你点的歌，然后主播美美的为你演唱完这首歌了，然后谢谢我们家蓝草。好，这首歌唱完了，我也要下播了啊，今天咱们就播到这儿吧，咱们不播了啊，乖小伙伴们，咱们明天继续播，今天不播啊，就是把视频关了，我人还在啊。然后今天谢谢大家的全程陪伴，谢谢大家，还有公屏小伙伴，还有我们家的公爵大哥们，谢谢大哥们对我的支持啊，然后我们家的守护对我的陪伴，非常开心，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平时就能像今天这样，就是在公屏热闹一点，这样的话我唱歌真的会特别有感觉。咱们家人都说了，礼物带动不起来雪儿，只有游客能带动起来，我们家人一起没事就这么说，他们了解我，所以我的情绪真的离不开游客的带动。咱们平时就热闹一点，然后好好给大家唱歌，好不好？然后再次感谢冷月，冷月，你看一下私聊，等会儿啊。然后今天直播到这儿了，小伙伴们，拜拜拜拜，晚安晚安。能听听，哎，等一下啊。你看一下私聊啊，不辛苦不辛苦，只要大家活跃的话，其实我真的不觉得直播辛苦啊什么的，因为觉得挺开心的，播的不是那种工作的感觉，我每天醒来一点都不犯愁，坐在电脑前面，那我觉得因为喜欢唱歌，他就
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工作不喜欢干的活，他会觉得挺累的，喜欢就不会，只要是你们觉得开心，然后咱们在公屏闹得开心，这样的话就乐此不疲了。加不上我，我把我好友私密给你看一下。看见了吗？谢谢咱家雨玲今天对我的支持，谢谢谢雨玲。我决定了，到那个北京不管你要烤鸭了。欢迎太子，然后也谢谢我们家无聊。雨玲，等我到北京的时候，你空手接我就行了。哎呀，可惜了，我去，今天忘录神曲了。好不容易千百年穿一次裙子，居然没录个神曲留着纪念，失败呀！我谢谢你，你谢我什么呀？给大家发个红包吧，算了，不给你们发了，你们一点不乖，今天发的红包全抢完全跑了。你炸我！进不了啊！我也不